那我们来拍一个那个换底座的一个视频吧，也就是说前轮脱落了。首先，我们擦掉这个底盖，这里有一颗螺丝，两颗、三颗、四颗、五颗、六颗、七颗、八颗、九颗、十颗、11颗、12颗。擦掉这十二颗螺丝，取下下盖板，再取掉这机器底部的这个8颗大螺丝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还有这6颗螺丝。啊，还有这边这2颗，那可以把机器放开了，面料给取下来。拿石头再给它围过，就直接拿。再把底板取下来。再把这个螺丝取下，这里1个、2个、3个。要拍个照，跟那个现场联系一下。这个，那我给你取下。用胶垫给它封住。这一个烟枪给它取下，再取下这6颗。再把这个风机，真的，放好，电池取下，这个取下。把风障这个取下，左边，这个右边，取下左边，要扫这边螺丝。那我们最开始也把这个可以拆下来，看你的话。撬开一点，这根线拉出来，充电极片，取下，把整个极座取下来。